升降横移式立体车库，二至三层。产品特点，该设备可选择液压高速驱动、电机滚筒钢丝绳驱动、电机减速箱链条驱动等多种驱动方式，其中液压驱动具有过载保护、防冒顶装置、电机空载启动，利用自重下降、省时降耗、节能环保等优点，升降速度是电机驱动的两至三倍，设有故障电脑诊断系统、 PLC 逻辑回路，维修快，故障排除简单。设备整体框架采用喷芯喷漆防腐处理，设备使用液晶显示，可手动操作或刷卡操作，同时设备可设计为全封闭式、半封闭式、简易包装式及无包装等形式，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本产品多使用于层高不低于 3.7 米或 5.4 米的地下室或露天场所。运行原理，设备分为多层多列布置，除顶层外，每层设一空车位，除底层外的所有车位均能自行升降，除顶层外的所有车位均能自行横移。当某一车位需要存取车辆时，该车位下方到空车位之间的所有车位向空车位方向横移一个车位的距离，在该车位下方形成一升降通道，此时该车位便可自由升降，当其降至地面时，车辆便可自由存取。